大家好，你之前看过人家卖一包四百，我请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我好赚就超过500。笑。哇，加一盒干贝。刚刚好。那你们回去加菜。妹妹，别搞想我啦，一二三四五，我六个人给刚刚好，无啊，1000块，1000块，一千块。干贝，先要加1000块，请讲。讲。你吃呀？你吃呀？你吃加干贝嘞？干贝加鱼翅耶。阿叻。阿叻，喂。我准备我的物件，我讲。好看，进来要留粉。妹妹，别搞想我，全部六个人这堆啊。3包鱼翅，1个干贝，搁一包公嘛，真正好人啊！你金贝这个准备吃好的金贝，1000块，1000块，成功，来1000，1000块，1000块，哎，无半个，无半个啥啦？钱无够吗？你感觉伤贵的掠手？你感觉伤济的掠手？对啊，你咪感觉伤济咪？你无食鱼翅的掠手？你无想要杀青的掠手？拢有嘛，拢有想要杀青嘛。你想要食扁子的掠手？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我交代你无半个，好啊，好险，好险！我讲嘛，不见。太笑啦！还要加笑语哦。对啊，这边可以当米菜啊。如果你有那种羹汤，这个没不到没啊，多少一盖泡五箱啊，多少一盖花五箱啊，你爱看直播回放啊。就无够卖啊！我讲啊，一个坑钱啊，一个坑钱啊！加加3包鱼翅，1包干贝，要卖1000块，你卖袂对啊！一个坑钱，1000块，1000块，成功！1000，加油支干贝哦，加油支干贝，我发开哦，你看，我头开哦，你看啦，等下我用这个，我等下用香的，你我等下用这个，我等下用香的，哪考虑啊？我一个啊，搁一个，老哥，我来感谢你，我来讲一下哦，我袂来你勉强啊。笑。3包鱼翅，2盒干贝，还有蟹管肉。谢谢6个人客，这堆妹妹我收啊，1000块，1000块，1000块啊，拢我来。好，这2个，拢我来，我收啊，1000块，成功。来掏钱啊，好了3个。搞这3包省了买无啊啦，支持呢。真的，那3包鱼翅我加干贝哩。让你有干贝有意思。干贝跟那个蟹管肉。对耶。3个，我看够看几两。你看几两？哎，够看几？8个包出几？来，上包几？要看几吗？上麦几啊？要看几啊？我看嘛。我买了干贝鱼翅无，1000块，这马考虑我讲我。买老的够老。够了，谢谢感谢你啦。我帮我收啊。你要我们就收了哦。竟然要这么讲嘛，就哦。我帮我收啊，来，谢谢感谢你啦。什么碗？我只碗上面有鱼丸，有两个。哦。我来下样来，我要吃什么物件？你包啊？你包两片十分钟啊？鸡啊！我这边我妹妹我休息，我休息。以前可以买，对，我也觉得很可以。鸡啊，我鸡啊，是哦，鸡啊，鸡啊，来，最后6包没有了，妹妹，什么鸡？你把背过我这只鸡啊，两包，你把背过这包两手，脾气鸡，我先讲一下，这阮公司家己做的，阮公司家己做，这包保证有信用，我好这包嘛，我讲我准备个多看一下，拍一下存折尔无啊，我今大面拢五箱啊，存折尔啦，一包嘛500包4包，我好一包就卖3到以上，要几人个？300了，等一下哦，一包卖300，一包我送你，奖2包。大大只3人客，300人，100块，300，一次给什么钱？好，两位，来交起来。好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一人买一只，无啊，都无啊，哥。来，鸡啊，什么钱？来，鸡。哦，好强壮。这个蟹管肉哦。哦。十点没有？10:25。嗯。不行。我很清凉，我很清凉。妹妹，最后一箱没有了。你今仔要来乌索头干贝给人的金妹，注意听，这只4.5斤，毛1800，全部剩10只尔。每人个听好，免千免800，300人，300块，我只4.5斤，300。我讲你啊，乌索头干贝给什么钱？300。我讲你啊，真好笑啊！大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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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只。
四斤半，我差不多吃三百块，三包三百。客串头干贝鸡，我差不多吃三包三百。三百。我这边乌串头干贝鸡三百了，三百块三包三百。三百拢有啊。来，请到钱。你这摆烤肉干无？无甲你起价就袂歹啦，我差不多吃三包三百。来，请到钱。干贝鸡四斤半。我这边吃乌串头干贝鸡三包三百。三百块三百。有啊哦，让我收起来啊、哦。我收起来了、哦，来把子孙，你的鱼子给刷过。对，好来下样来，把你这坑了，你还无物件？我吃无，你来，你还有坑过啊？好来，坐你起来先，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好啊。我休，我尿在温泉，我连一股连一股水的，一下温泉一下水的。嗯。你要包一片片。哦，这两箱我寄完了。这样物件。三个人去买着，一个人载三包，卖去介绍，一百块。啊，一百块。OK。好，拜。好，然后停一下了。没有了。而且。来，我先把小样的卖一卖。好，这样回给完了。好，回给完后，来那个回给完存家俩吗？哎。哎，姐姐，花枝丸我今天不喊大份了。这边，啊。五斤，最后两包没有了，寄来的话免两包，一包的话一百块。小妹再回寄完了，一包块一百块。啊，两块三个。一包块一百块，一包，你要几个？小妹四个人去啊。啊，四，五。来，一包块你啊，一包的话一百块。两个，一个小妹四个，一包。七个，等下哦。你要剩两分，后边后人客爱一分。嗯。哎，最后一个小妹一个。小妹姐一百，最后一个一百块，啊，再包十包，啊，你包十包，啊，姐姐来，我把小样的东西卖一卖，等下哦，哥哥搁起来表，来，这海鲜牌哦，手把鸡，哎，手把鸡好啊，啊，这海鲜牌简单的东西我先卖啊，啊这样，因为哦，买我呢，阮卖物件，哎，愈早愈大行，拢是大年菜，这种细行的物件你先买，品类袂害，啊，过年想要吃就吃，因为后礼拜开始这种物件应该是袂差，这叫做海鲜花枝牌。人外口早顿店凊彩生一个40块，一个人赚5块。人外口安尼，互你开200，唔免想要吃后等下哦。这三块给你，来啦，这两块给你。一个人赚10块，十个人去买着，100块就花100块。哎，100块。海鲜花枝牌100块，100块。啊，100块，100块，100块。三个四个啊。四个。来5个啊。5个。5个好不？啊，一边5个。没有了。来，无啊，开始无啊，无啊。阿妈，你干嘛买着？香菇无买着。阿水啊，先无买着，迄只膜搁收起来啊啦，只摕咧手。喂，你只先叫我吃好啊。好，安尼，安尼袂歹哦。来，一二三四五，来六七八九十。我只等我去寄钱咧。来滴。好，我捡一个哦。好。你们还签一个呀？来，一二三四，来五，来六七八。九十，然后是往那边还欠四个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该收钱，巧克力的五两巧克力，来加。来，我该收钱，八条，再点下。哎，姐姐们，有没有要吃挪威青鱼的？挪威青鱼可能下个礼拜也不会带喽。哦，你也当新买的，新啃的，无要紧。刚有人想要吃挪威青鱼的。那要冬卷皮的。你拢能买呀？啊，是要吃鲍鱼的，阮鲍鱼嘛有哦，规只鲍鱼哦，啊，整颗的鲍鱼。今天有鲍鱼吗？无啦，鲍鱼我先撇撇。鲍鱼吗？哎，鲍鱼我吃我撇先，我撇先。嘿哦，较困难。好，这边要加这把盐城。好，加这把盐城好，来加这把盐城先啦。别话。啊。哇。我还是脚爽。来。大哥好吃哦！我先讲哦，这包真正好吃，唔好食过只啊！恁我一包就好啊！你唔好食过，真正试看卖鱼哦。外口人买烟肠，拢是安那，拢是甜肉，这是鸡腿肉来去做的。
这一包我们卖很久了，信用非常的好，很多回头客，但可以真话吗？一包内底50至60条，一条准10元，一包给你开500，唔免。全家想买一箱，一个人炸一包，恁当作试吃，变500、300嘛有够俗啊！专供全家尔，要爱紧的，200条啊！200块，啊，加出来钱哦，200条啊，200块，啊，200块，200块，200，200条啊，200块，啊，200块，200块，200。来，你遐搁一个吼，来你遐来，哦，哎呀，人遐嘛，200块，200块，200，好，谢谢，200，总共200，来，好，看试试看，这是鸡腿肉，我要再开起来，我再后悔啊，鸡腿肉下去做的，啊，鸡腿肉下去做的，四，来哦，哥，来，啊，马进马进，来，好。哎，最后三个客人没有了哦，200块，200块，好，休息了。给推牌盐城，这包真正就好吃。着急到哦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真香凉无功夫，吃看卖200块，200块，给推牌来去做的拢有啊，都有了哈，来都有了，那我们就收起来，安尼我好讲下一个。哎，今仔日有一项物件无花掉的，够人想要吃台湾的白馍，够人想要吃馍的，有人要吃馍吗？要吃馍跟我们讲哦，无起价台湾的哦。来好来那个挪威青鱼生活，我简单的物件阮生活。阿姐啊，哦，伊啊拄则拢爱画大行的，这家里必备品啊。啊，我们这个下礼拜可能都不太会带了，因为拢爱炸大行鱼要挖你啊。要的赶快，最后两箱没有了哦。啊，最后两箱没有了，这叫挪威的青鱼。啊，不是我们卖的好吃，我靠，拢会他们，人我靠，全年家乐福一袋75块，一个人炸3袋，一个人炸4袋。什么样子？